It is so decided.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，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。但大多数国家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，尚未能真正接触使用人工智能并从中获益，全球数字鸿沟仍有扩大之势。广大联合国会员普遍期待就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加强国际合作，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，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。